各位男女嘉宾朋友们，各位亲朋亲友们，大家晚间好！非常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马六甲培丰府中冷气大礼堂，出席由今天晚间的主人家双方家长，首先是男方的家长叶碧顺、张秀香夫妇呢，以及我们的女方的家长凤子蜜、黄门、李梅芳女士，为他们的孩子，首先是新郎哥长公子叶明康以及长千金，我们的黄佳慧小姐所说的今天晚间连个宴请的新婚喜宴。在今天呢，我们的主人家要小心代表他们说几句话，就是说承蒙在座的亲朋戚友，今天晚间你们抽出了宝贵的时间来出席由今天晚间主人家为他们孩子所设的今天晚间的新婚的喜宴，以及带来丰厚的贺礼，不能一一的向大家说声谢谢，就这个简单的一声呢，在台上向各位亲朋戚友敬酒。在座的各位男女嘉宾客人，今天晚间主人家也交代说一点谦虚的话，就是说今天晚间所给大家准备的是淡菜薄酒，不成敬意，而如果招待不周的地方，还敬请大家多多的原谅，多多的包涵，谢谢。在座的嘉宾朋友们，接下来呢，把你们的眼光往上台上看看今天晚间的两位主角。嘉宾朋友们，我们把这场面搞到热闹起来好不好？待会呢，我问什么，你们答什么，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了哈。希望呢，你们的反应不要让我失望，好不好？哎，嘉宾朋友们，我们看看我们的今天晚间的女新人。我们首先先看看新郎哥，新郎哥他是来自我们的叶明康先生。在座的嘉宾朋友们，想请问一下，晚间的新郎哥明康长得怎么样？英俊潇洒，对不对？啊，幸好还有一点点的反应，但是我要的反应不是那么少，我要的反应是80%，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哈，可以吗？今天好多的歌王歌后在场哈，我们大家一起来配合一下，我们把这场面搞到热热闹闹的好不好？好，那刚刚要说的通通忘了，我们从头再来好不好？在座的嘉宾朋友们，看看我们的新郎哥叶明康先生长得英俊潇洒，对不对？哎，再来，风度翩翩，对不对？再来，一表人才，对不对？对，哇，你看新郎哥笑得多么的开心啊！你们说的通通都对，我说的也是很对。那嘉宾朋友们，讲没有用，行动才是最实际的，好不好？让我们来个全场的掌声，给我们的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新郎哥。哇，你看，哎，有点不好意思哈，哎。给新郎哥，好，那今天是主角，最帅最引导的是他了哈。好，接下来再看看我们的新娘子，新娘子她是来自我们的黄佳慧小姐。再请问一下在座的亲朋戚友，晚间的新娘子黄佳慧小姐又长得怎么样？美丽大方，对不对？秀外慧中，对不对？贤士端庄，对不对？我给男生多少个睡醒？睡了哈，狼起睡，怕婆香婆睡了没有？哎，全场的掌声给我们的美丽大方的新娘子。哇，我看今天晚间新郎新娘肯定睡到很甜，我怕恐怕她睡不着，今天晚上太高兴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呢今天晚间新娘子的小树，来为我们说一点。说点话好不好？来，我们请。Good evening. My name is Hockey. My apologies, I can't speak Mandarin. Today is a very auspicious evening. My lovely niece, Eileen Wee, and Lincoln,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m on happy marriage. Many years of happiness in your marriage.But most important today, I want to pay tribute to my late brother, Hong Kai. Who,
the mother of Eileen. I'm very, very happy. For her marriage,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sister-in-law Mi Fang, who has brought her up, treasure of values of the family. She's the second accountant in the family.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her. And I would like to close up the happy marriage in Mi Fang, and also the Yap family and the Wee family.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非常的感谢您的掌声，也谢谢我们做小说的 We Hong Ki。谢谢。那在今天晚间，我们的新人纪伟夫妇可以说友情。